活生活费惊人，连搭捷运荷包都大失血。杨年轻也是跟老婆跟小朋友去英国去伦敦，他们的捷运太贵了，然后有很涨，真的很涨，每个人的票要5英镑，我们四个人20英镑，来回40英镑呢，1600，在台湾你可以去垦丁了，没有那么远，要去垦丁。一定要锁定今天晚上11点，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